水珠，水珠，水珠，可以吗？可以搞笑吗，达哥？好啦，我收到了呢，来自于台南小白小姐的来信，想亲手做一道爱的生日大餐，想问猫呢有没有什么料理可以推荐的，就是牛排大餐，我想它一定会很喜欢哦。喵，单身喵就是要用我们专用的单身喵的锅具，就是这个比我脸还要小的20公分油脂分离锅，不管你家里是一只喵、两只喵，都可以来使用哦。锅底呢，像凹凸锅面，它可以瞬间锁住我们的肉汁跟水分。请认明锅底有一个 Sioga 的标签哦。好，我们直接把火打开，一样就是把水珠擦掉，然后记得要调小火哦。将你本身的食材有油脂丰厚的，直接下的时候自己跳出很多的油脂。哇，这个牛排煎起来好美味，好多汁啊！哇，背面也不遑多让呢。你看我这个锅一应俱全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盛到盘子里面喽。那当然你也不要浪费了这么天然的油脂，吃肉的话呢也要配一点蔬菜啊，这样你才不会觉得说很单调。喜欢吃什么菜就丢什么菜，把锅盖盖上，只要等它冒烟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自动翻炒，油烟很少很少。锅缘冒烟了，你就可以把锅盖直接掀开，哇，每一种食材的颜色都保留住咯。加一点盐，加一点胡椒儿，这样就可以咯。来吃看看哦，嗯，肉质软嫩，这个吃起来肉质很软嫩，而且呢，它的肉汁像是在跳华尔兹般的一直流窜出来。小白小姐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按赞加分享哦。那记得订阅我们菲姐一代生活馆的频道哦。如果你想学不一样的料理，记得在以下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喵。